最好两个人给啊，工业设计啊，来，我们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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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三百块，不是三盒啊，是四盒啊，赶快啊！那大伙都不了嘞，有啊，我带他都了嘞，来啊，谢谢来，啊，你们要吃什么来？赶快，快快快，快快，七块吗？七块他吃不饱，我吃那么多，这几斤呢？专利，你大人嘛，吃个也少钱哦，啊，吃两个就两百，两百收钱，你们吃不饱，你试一下，八盒，给他来七八盒。 七块再加，开始八块来，这一盘黄金一包黄金我都卖五个人去哈，今仔日要加，较紧的来七百块了，七块买一百块，阿哥你好，来七百，刷两个票，你春天时拢无创人啊，真的好吃嘞，不然免五个啊，四个客人买就好了，这包都给你们，四个客人哦，来最后两位一百块来，七块，这一包。 阿伯伯，阿伯伯，就结了，这些你有没有？你那黄金，当年来第一啊，双台的，当年购买的才六七块，价钱你好多得回就这两个来吃吧，你们五九一来吃吧，六五九这两个来吃吧，因为不不然别放飞了，来四个客人都包，没得毛呀，四个就好了。后来阿哥们解散，都懂了啊，你们还要吃什么？ 哦，我知道来，你们要吃什么？赶快讲，来，先生，卖给你钱啊！哇，你要得要够爽的，现在老人，哎，我喜欢。来，再吃小卷的东坡块啊，不要买1800了，来我爸后来都。这烤的哦，这烤灯啊，这3蒸啊，哦，大家看一下哦，肉非常的厚，而且鲜度非常的好，生熟不熟的，这是吃了80块。 啊，若要叫钱，四只五百块呀，叫几位？拜开始先得吧，五百块。来，叫个上面，五百块。来，叫个下面，五百块。叫个来，五百块。对，还有三十不？对，我看多少钱？五百块。对啊，你会叫吗？你叫够钱，这是够，而且新鲜度超棒的哦，五百。 几多块？500块。我老一辈哦，我多啊，最近几年哦，你吃到几多块了？我包多少？小雪，500块而已。再说你要不要？你站在后太后面了，你没有看到小雪，你要不要买一个？500块呢？先倒一碗，回个刀呀！来，我包过来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，这么喜欢就要来，这个给你哦，来，哎，我包过。 对啦，阿妹妹，最后一份啊，小个一个存七十块，你干嘛可以？给看一下，来，白鱼啊，开1300来五百，一个白鱼，两三块等于真来，一只大尾。两块鱼吗？是吧？你看咱们出海啊，第二个嘛，我请你，我包工钱的费是？1600吗？来五百的，一年钱哦，一个人个了。 你今年都在吃不？你嘛，等于当年大，参加不回，这条黄线的，来南美呀，南美呀，拍死！我听了阿爸拢在聊，哎，你是？我加你话紧呢。啊，这加你话紧呢。啊，你是？好嘞。啊，加着，你讲好呀，是是是啦，还你爱过来来台湾，我不啊，讲袂过来，靠你带。 真看得到，来好啊！你家好啊！来，唐哥来，这个吃虾哦，哦，要你上外去哈。来，这我刚刚拄只扇贝来。来，我包包。来，真正的螺蛳啊，这些你若袂晓刣吼，头壳切起来，规尾咧真正的螺蛳。好，这边两个来。中间的路旁。诶，来，阿伯吃蒜里来，蒜里伫倒位？来个唐哥来。这是昂沙，哦啊，餐厅叫金昌鱼。 金枪啦，来，要吃蒜鱼来，看这边哦，吃蒜鱼膏哦，哦，有人有想要吃蒜鱼的，请一百斤的嘿，三块两百块钱，是的，是的，哎，有没有吃鳕鱼的？哎，过来，哇，你一个人吃了过来啊哈，过来，蒜鱼膏冒牌，过来，来，想吃鳕鱼的来，麻烦举个手，让我知道一下几年啊，两个想要吃了啊，要蒜鱼我冒回去，我给我公公。 还是旁边的，来，求前面来，我爸公，鳕鱼500块，有没有要吃鳕鱼的？我爸公弟弟会捡蒜鱼，我来几毫万，我爸公。
哦，你有汤底，你得爱听，啊，就唔当听我拍吹，啊，第五百块，鳕鱼500块没有人拿钱哦，也是真的鳕鱼呢，不是假的鳕鱼呢，一盆五百块，一瓶五百块，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 500块，中间你是不倒的蒜鱼，我的第二蒜鱼哈，来，我爸过来，我爸。三百五百，你好。他妈你有认主呀？你有认主，我再上几条。今天蒜鱼不然的话，这样会太便宜。怕排行前里头，来，我爸过来，四片给你们清蒸红烧，我爸过来，小姐你要一份吗？你买等一下，我再送给你，我爸的。 赶快，来一份来，来老板，这酒能不能留着哦？这是鳕鱼，这是鳕鱼，这是鳕鱼，细点成交就秀了，当家啊，但是细点，快点，一点都退出来，我爸哥都过来，快点啊，给你一千啊，价蒜油，打出去的蒜油，我爸哥来，赶快鳕鱼，我爸哥，来赶快哦，价蒜油高的哦，不贵哦。 细节来，赶快给我留，你最好你先来，500块，一两个关节，快，鳕鱼，来，我爸哥的鳕鱼来，4片570，真的超便宜的，一个人拿5片啊，来最后一位老鳕鱼，我爸哥来，都一样的，小姐，都一样，漂亮不一定好吃，这个鳕鱼是最好吃的，哦，原来每一片都是这样啊。 对，我骗你，我不会发财。来，我爸哥最爱吃的，啊，那个蒜叶牙签。哇，好美的啊！我要求我点几个蒜呢？啊，不是，我爸哥准有两把，我准备摆起来。来，阿个吃虾啦。你话我爸，对。